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学，与新加坡净宗同修很有缘分啊，今年又来到我们居士林，与大家共同讨论净土法门啊，本人表示非常的欢喜啊。那么这次我们选择的讨论的经典是《观经四帖书》，这是净土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论著，是净土中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的一部重要著作。那么《观经四帖书》呢，它有四个部分，玄义分啊，这个散义分、定善分。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散善义的九品往生章啊。那么在正式进入经文和书论的讨论之前，我们想就这部论的背景知识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介绍五点。第一，善导大师与《观经四帖书》的写作因缘。第二，《观无量寿佛经》的发起因缘。第三，《观经》的宗旨。第四，九品往生者的身份。第五，报土和别失意的判事。那么这五点都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我们知道善导大师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理论的奠基者，他的五部九卷的这种著作里面，主要的理论就是在《观经四帖书》里面，其他的四部都是谈修行的仪轨方法啊。那么这样，我们首先就得要了解善导大师的生平和他为什么著述这部《观经四帖书》。善导大师出生的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期，出生在水末唐初的时候，所以他平生的行业和弘化的佛事主要在初唐时期展开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正是净土法门呢，在我们中土啊，全面向众生推进的事情。我们从净土教理史可以看到，在汉代，佛教传到中国，就开始了这种翻译经典的工作。第一批的大译经师，像安世高、支娄迦叹，都翻译过净土中的典籍，像《无量寿经》、像《波多三昧经》。那么这些经典翻译到中国之后，就
跟我们本土文化有一个融合冲撞的过程。我们中国人接受这种非常超越的文化，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的一个第一个成功点就是公元402年东晋时期，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率领123位白莲社的莲友，在般若云台金色阿弥陀佛像间建斋立寺。起建白莲社是他的一个300年来净土法门传到中国的第一个里程碑。由于慧远大师和莲社的同修专修念佛三昧，人人都有往生的瑞相，这样就使净土法门与一种团队的这种强势的净土在我们中国推广开来。那么在南北朝时期，这种无论是法师还是居士来读诵无量寿经来修念佛法门的人就非常普及。那么这样就为这个初唐时期唐代净土宗作为理论的完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净土典籍的翻译来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完备了。无量寿经的12种译本当中，到东晋的时候已经完成了10个原译本的翻译。那么以后2种就是唐代的菩提留志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和宋代的一本，那就是唐宋时期。那么在东晋以前已经完成了10种原译本的翻译阿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在公元401年，跟善慧远大师接白莲社的时间相差1年那么观无量寿佛经是江良耶舍翻译的，刘宋时期，在公元424年，距离白莲社也只有20来年的时间。这样我们看净土宗的主要典籍在魏晋南北朝都完备了。那么这种完备向我们提供了2点信息。第一是天竺和西域的这些三藏法师来到中国之后，他要挑选他最看好的经典来翻译。那么佛教指向出世本怀，这些从天竺西域来的高僧也都选择做净土典籍非常有力度的去翻译它。那么这种情况也跟我们中国的本土的需要也是有关联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们中华文化呀非常具有超越意象的一段时期魏晋玄学隐士文化，一种超越的意象受到普遍的社会的认同和推崇的事情，所以这样就为这个佛教的出世的这种文化提供了一个扎根开花结果的一个文化土壤那么这部观经翻译到我们中国之后，
马上受到了各宗各派注经家的关注。纷纷对这部经典加以注解。然而这些注解都有种种站在他宗的立场的不正确的地方。所以这样善导大师他在这个时代他是跟观经是非常有缘分的。他最先对净土法门的相信就是看到西方净土变啊，对观经有深入的了解，然后他还专程到玄宗寺，山西的玄宗寺去拜见道绰大师。道绰大师专门在那里讲《观无量寿佛经》，将近200余遍。啊，那么观经，你看在我们本土的因缘，跟我们几位净土宗的祖师有着直接的因缘关系。比如谭鸾大师，谭鸾大师在百位时期，他是一个很有这种不可思议经历的一位法师，然后他对佛教很有感情，很想弘法。在他注解《大宝积经》的时候，《大积经》的时候，感觉到生命无常，还是先求长生之术，再得弘扬佛法。所以他是到南方去，啊，求陶弘景的这种仙术，先求长生不老，求到仙经实践之后，到了洛阳的时候，正好碰到从印度来的菩提留支。菩提留支他就拜见菩提留支三藏法师，菩提留支就是翻译无量寿经优婆提舍的啊愿生记的这位翻译者，往生论是他翻译的天经菩萨。当时这个谭鸾大师问佛法有不有像我们中土这样长生不老之术，像仙经这样的。菩提留支都是用很不屑一顾的口气说中土哪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术啊，即便得到仙经啊，求到长寿，终究还是要轮回。这时候就把观经递给谭鸾大师，说你以这个来修，才真正能够得到长生不老、无量寿、远离轮回。啊，谭鸾大师是看到观经之后，对净土法门产生了极大的信心，啊，来专修念佛法门的，啊，一往情深，临终欲知实质。啊，感得龙树菩萨向他啊来预告往生的时间，啊，临终很有内向。这是谭鸾大师，谭鸾大师他的种种修行的感应内向，就以刻碑在玄宗寺。那么道绰大师呢，是见到了这个碑之后，对谭鸾大师修念佛法门非常神往。道绰大师原来是修涅盘经的，然后放下专门来修念佛法门，啊，所以他是对道绰大师是有影响的。那么道绰大师在安乐集里面，他写了两卷安乐集，也主要是以阐释观经为主的，当然他也兼带着净土的其他典籍来著述的。那么道绰大师的啊直接的得益弟子就是善导大师，啊，那你看从古印过来的菩提留支，到中国的谭鸾、道绰、善导，这个线路过来，它都具有着以观经的这个线索这样的一个特点。善导大师
他得念佛三昧，据记载，他也是依观经观想，就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然后再回终南山，在长安一带去弘扬念佛法门。善道大师一生他的修行也是很有感应啊，力度很大啊，悲心很切，所以当时他弘净土法门的时候，整个长安街的道路上佛号隐隐啊，佛号都充满着在道路上啊，有些人一见到善导大师就产生很大的信心，对这个娑婆世界产生极大的见地心啊。所以这个资料记载，当时都有很多人为了求往生舍身，或者跳悬崖，或者登柳树跳下来，或者啊种种方式用接受自己的生命求往生啊。当然这种做法在佛教是不赞成的，但也从这个侧面知道善导大师感化人心力量之大啊。初唐时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间，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生存方式都是很优厚，很享福报的时期，那么那个时代还有那么强的愿力心求往生，甚至接受自己的生命，可见善导大师感化力量之大啊。当时有一个人听到问善导大师说念佛决定能不能往生，善导大师给他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就登到寺院门口的柳树上，就从柳树上跳下来往生啊。当时这个记载到后那边说是善导大师自己登柳树下来，这是不确切的啊。那么这个资料是来自于道宣律师在《续高僧传》里面记载。那么道宣律师跟善导大师是同时代人，他写《续高僧传》的时候善导大师还在世，所以这个资料是可信的啊。那么善导大师在艺术方面也很有造诣啊，他由于开始看到西方变相产生信心，然后他教化众生呢也用这种艺术的手段，他画了300多幅净土变相图了啊，敦煌里面敦煌石窟里面都有善导大师画的啊。然后他造佛像啊，洛阳啊龙门的大卢舍那佛的监制就是善导大师监制啊。善导大师一生是实现的非常精进刻苦的修行，而且是一门深入，就是专门念佛，冬天念佛的时候跪在那念佛，一定要念得全身湿透啊。以后他是念一声佛号口里放一束光出来啊，所以就成为光明大师啊。他这个德业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善导大师有一次跟一位金刚法师在讨论各个法门修行的优劣的时候，他就发了个誓言啊，说如果这个念佛法门啊，凡夫罪人不能往生的话啊，如果能往生的话，愿全堂的佛像放光，如果我讲的不对，我可以下地狱受罪。他都发这个誓，这个是一发整个全堂的佛像都是放光的啊。所以善导大师这个人他是很奇特的一个人，据有关资料啊，种种渠道
来说明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的化身。啊，莲池大师在也曾经说过，像善导大师这样的千载之下，这样感化人心的力量，纵然不是弥陀应化，也至少是观音世子普贤之类的人。所以善导大师这个在我们净土中历代祖师都对他非常非常推崇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观经四帖书，观经四帖书这部书它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啊。刚才说到观经翻译到中土之后，各宗各派像地论宗啊，研究华严的法相宗啊，天台宗啊，三论宗啊，啊，这些大的注经家都对这个观经有注解。然而都是从各宗各派的立场来加以诠释。啊，观点分成。啊，尤其当时有个观点，说这个观经的往生是别时意，就是你念几句佛号，十念往，十念念佛，今生不能往生，是未来才能往生的，给未来往生做远因的，就叫别时意。啊，这是深论派的一批注经家的观点，然而在那个教内很有市场，这样就使得。所以沉水以来啊，100多年以来，很多人不修净土法门，既然念佛今生不能往生，我为什么还要去念佛呀？所以当时对观经的这种种种的啊不正确的观念加以澄清是非常有必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净土法门能不能在中国推广的问题，净土法门的命运问题啊。所以善导大师就要著一部楷定古今的这样的一个著述，对观经呢，楷定古今就是提供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解释，而且是站在净土本宗的立场给予的解释。那么为了完成这桩重大的事情，他自己谦虚地说，我自己是一个凡夫啊，这个智慧短浅呢，经典的义理非常幽奥，所以自己不敢写出什么见解，那怎么办呢？他就靠感应，标新结愿，请求灵验，才敢下笔，就是要请佛菩萨加持。啊，他这样就在开始动笔之前就请求灵验了，啊，说我现在要写观经的著书，要楷定古今。对未来的时代要提供一个正确的答案啊，要称佛的本怀，要称阿弥陀佛的大悲，这个大愿的意思，所以愿在梦中让我见到瑞相。所以他就每天念三遍阿弥陀经，念30000声佛号。哎，他在佛前接了这个愿之后，果然在当天夜晚就梦见了在西方的虚空当中有种种瑞相境界都现出出来，就是宝网啊，宝树啊，啊这种种种光明呢，地面庄严，地下庄严，虚空庄严呢，这个七宝地啊就显现出来，
啊，在七宝地上有佛菩萨在那里，或者在那里打坐，或者在那里经行，或已或末，哎，他都见到了。见到之后，他观察很久之后，才梦醒了。梦醒之后，他就心里就很欢喜。哎，从那以后呢，他开始写，开始写有每天晚上梦中都有一个僧人过来，向他指授玄义科文。他开始写玄义分嘛，就是对这部经典的分七科加以展开。哎，是这个梦中的僧人来跟他教他怎么写怎么写。哎，等到玄义分写完了，这个僧人不见了。那大家想想，这个僧人是谁呀？那是不是阿弥陀佛在梦中指授啊？啊？那么然后这个四帖书写完之后，他又请求灵验，啊，就是标心七天，一天念十遍阿弥陀经，念三万声佛号，自行归命。哎，这样他连续三个晚上见到瑞祥，啊，当天夜晚就见到有三具卫轮呢，在宝地的旁边旋转，就是三个像法轮一样的在那旋转，啊，忽然看到一个人骑着白色的骆驼，啊，过来了，见到善导大师说：“你应该努力。”决定往生，啊，不要再退转了。说这个娑婆世界慧恶多苦，多劳贪乐，不要再去贪恋那样的虚幻的快乐了。跟他说这话，善导大师也回答啊，感谢他的好心的教诲，他一定逼命为棋，不敢生懈怠之心。这是第一个晚上见到，第二个晚上见到阿弥陀佛，身体是紫磨真金色，在七宝树下坐着，旁边有十个僧人在围绕他，啊，围绕这些十个僧人也都坐在宝树上，就是中间是阿弥陀佛，旁边围绕着宝树下有十个僧人坐着，宝树上有种种天衣啊。床幡在那悬挂，这是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见到的是两个床啊，床杆，我们说床像非常大非常高，这个床上悬着五种颜色的这样的床幡，五色床幡啊，这个五色啊啊，佛一般讲经说法的时候口里放光，那个光就是五种颜色啊，这种五种颜色有时候表法是表这个佛呀已经是照破五蕴皆空嘛，色受想行识都彻底空清净了，五蕴清净到极点，它就能放出五种五色光啊。那你看这个这种床像，五色光的床像也是表示这个观经四帖书的这种义理呀，也都是佛的境界的义理啊。所以善导大师见到这个之后，这他对这个观经四帖书才比较放心啊。本来有各种感应内向是不能随便说的，但善导大师说他要发心为了众生，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既然有这个内向就不能隐瞒，是为了让众生产生信心，不是像一般的从心意识里面出来的，这是佛菩萨加持的，也是得到佛菩萨的印证的啊。所以善导大师对这个观经四帖书有极高的自信自肯啊，他自己表述此意以请正定尽，一句一字不得加减，
欲邪者，亦如金法因之。啊，就是这个四帖书的义理已经请佛菩萨得以印证了，决定是正确的。啊，于是对这个观经四帖书文句，一句一字都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啊，欲邪者。因为唐代初唐时期印刷术还没有出来，一般印流通经典都是要书写的，啊，与写者。那么流通这个经典的人要把它看成是经法，就像看佛经一样对待它，啊，因此应该知道，特别强调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读这个观经四帖书。要升起这样的如同读佛经一样的因重心。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讲净土法门，讲一些相似法，你没有判别标准，就在于你没有深入去探讨这些经过印定了的经典，这些要非常熟悉啊。要把这些啊印定了的经典论著的这种辨别是非的标准掌握住，不能在凡夫的心意识里面去琢磨一些东西，那些都是靠不住的啊。所以我们啊对这部啊善导大师写的观经四帖书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一种尊重，一种依教奉行的心啊。我们知道读一部祖师的著作，他得到利益的浅深跟对这部著书的信心有直接关联，写得再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觉得他写的这个东西，这个也就一般化嘛，可能还有错误的，你带着这个心去读，就得不到他相应的理解啊。所以我们了解善导大师，了解观经四帖书的写作因缘，是要令我们对这个经典的义理产生决定的信心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部观经的发起因缘。这部观经的发起因缘也是非常非常奇特的啊，它的发起因缘好像是一个戏剧，是在这个摩揭陀国王舍城啊，叫舍卫大臣频婆娑罗王，这是佛的一位大护法。然而他宫廷里面却出现了一件宫廷政变，他有一个儿子，唯一的一个儿子就是阿舍世王子，跟提婆达多搞在了一起。提婆达多是一个佛的冤家对头了啊，他是释迦佛的一个堂弟啊，这个人也很了不起啊，长相很庄严，佛有32相，他有30相啊，他能够记到6万集的经文啊，而且他为了得到名闻利养啊，他还找阿难，从阿难那里学到了神通，他还有5种神通啊，然后用神通来博取了阿舍世王子的信任啊，
二十四王子就每天给他很多的供养，然后给了他供养之后，这个提婆达多呢就傲慢起来，他就要这个分别僧团，他要住新佛，他都跟佛说啊，说你老人家已经年老了，该退休了，是不是僧团交给我来管理？啊，跟二十四调拨二十四的关系，说你看看，你应该做新王，我做新佛，我们俩呢，这个不是很好吗？当时二十四王子是不听这个话的，但是提婆达多却把他跟他的父母的一个很隐秘的因缘给说出来了。这个隐秘的因缘是来自什么呢？就是提婆娑罗王很长时间都没有儿子，所以作为一个国王，他的继承人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所以他就到处求神都得不到儿子。哎，忽然有一个看相的，会看相的人向这个提婆娑罗王说我知道这个我们有一座山里有一个仙人，他很快就要命中舍寿，舍寿看他的姻缘，他会投身到王宫为你做儿子。那那个提婆娑罗王听得很高兴，那就问这个人什么时候舍寿啊？这个相师回答还要三年。这个提婆娑罗王说三年，我现在年纪都大了，国家没有继承人，这个三年不能等待啊，叫他马上来。所以就派了使者到山里去，就请仙人说这个国王没有儿子，继承人没有，现在有相师瞻仰大仙说不久舍命给国王做儿子，现在就请大仙垂恩早父，垂恩早父。这个仙人他不愿意啊，说我还有三年才能舍寿，这个我不能去，人都有贪生怕死嘛，还有三年寿命，为什么我现在要去？哎，就汇报给了提婆娑罗王。提婆娑罗王毕竟国王，他也有傲慢，一听他就不高兴了。他说我是一个国家的主人呢、啊，这个国家所有的人物，所有的都是归我管理啊。现在我这么礼貌的请你过来，你还不答应，啊，那就再派人去，再派人去，他答应到那好，他不答应就把他杀掉，杀了就过了。哎，这个派的使者再去的时候，到那个仙人所，就把这个国王的意思说了。这是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啊！这仙人听到这个，他的异地当中还是不接受啊，啊，不接受，但派去人就要杀呀、啊。这个仙人就这时候升起嗔恨心了，说你现在跟你国王说，我命还没有到，国王就以心口，以他的心意和口来派人杀我。那么如果我跟国王做了儿子，我也要用心口派人杀国王。他说了这句话他就死了啊，受死。死了以后果然就是提婆娑罗王的夫人呢、啊、韦提希夫人就觉得怀孕了。怀孕以后那也比较高兴了，高兴又派相师来看是男是女。可能古印度都有很多奇特的人，他就像现在的透视一样的啊 ，B 超透视，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啊，哎，这个相师官呢，他报告，他说这个怀的是你儿子，男的，但是这个儿子可能生下来对你国王不利，说，哎呀，这个国王提婆娑罗王一听。忧喜交加呀、啊，
喜是喜的有一个儿子终于来了，忧的是你看看这唯一的儿子还对自己有损，这有损不大好啊。所以他就跟韦提西夫人就商量说，既然对我们有损的话，干脆就把它弄掉算了。那什么弄掉呢？他就生他的时候就从天井很高的，就是那个天井呢，在那里生，生下来他就自然掉下来嘛，掉到地上，也不要派人接，掉到地上就不死了吗？采取这个方法，啊，这样住的我也没有忧愁，哎，外面也不知道，啊，韦提西夫人呢也同意了，同意了，到出生的时候还真的这样，但是这个小孩命大呀，命大，他掉在地上呢，命没有断，上面就是这个手指头啊折断了，小指折断了。所以外面都叫他折子太子，折子太子。那么他阿舍世的这个梵文翻译中文就是未生怨，还没有生下来就有怨仇的，是这样的。那么未生怨生下来之后没有死，但是这个国王毕竟是父母啊，还是爱子之心呢，也就对他很疼爱，那就将错就错，就把他抚养了，反正也是继承人了啊。那么阿舍世王子开始也都很孝顺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的，哎，但是提婆达多却把这种事情抖出来了，说你还不做新王，你知道你的父亲就是对你怎么怎么样吗？这个阿舍世王子开始不相信那个提婆达多说，我说的你还不相信，你看看你的手指是不是折断了，他一看还真的是折断了。这下他就听了之后升起了愤怒的心，你看看这个恶王就这么要害我，现在我真的也要干掉他了，就搞了一个宫廷政变，就把阿舍世王把提婆娑罗王给抓起来了，抓起来把他幽禁在一个地方，用七重门岗看守，不让任何人进去啊，任何大臣任何人不能进去，然后他自己登上皇位。那么韦提西夫人看到自己的丈夫被关起来了，就心里很忧愁的，忧愁他就想办法去救他，救他韦提西夫人怎么办呢？他就把自己身上洗干净，洗干净呢就在这个身上涂蜜，涂了蜂蜜，然后就把那个麦粉呢就是贴在这上面啊，这样就穿上衣服啊，还有这个他的装饰品的璎珞，他就灌那些葡萄酒啊，把它灌满，这样把它装饰了以后就进去。那门卫看到他是国太夫人嘛，又是个女人，就没有太警惕他，就让他进去了。进去以后他实际上就是给他的丈夫送吃的啊。那么这个提婆娑罗王得到的这个吃的当然就没有饿死啊，又祈求这个释迦牟尼佛派阿难和富罗那为他受戒，为他说法啊，佛很慈悲，就每天派阿难给他受八关斋戒，每天派富罗那善于讲法的为他讲经说法。哎，这个提婆娑罗王你看每天又有得吃啊，身体还好，每天又有法上的喜悦，哎，搞得还红光满面，不仅没有死还红光满面。阿舍世王子他是过了14天他就过来，他想这个老国王应该死了吧啊，至少一问这个门卫还不是这么回事，那到底什么原因？原来是
韦迪西夫人进去了，所以当时阿斯四王子陡然升起了歹毒之心，说这是他的亲生母亲呢、啊，他说怎么能救恶王呢？所以他拿起剑就准备要杀他的母亲，啊，杀他母亲这个就拿着剑抓着韦迪西夫人的头发就要动手的时候，当时有两位大臣，啊，一个是他的啊同父异母的一个弟弟叫齐普，还有一个是月光大臣，两个一看他要杀母亲，这两个人就看不下去了，两位大臣看不下，就当向他啊顶礼之后告诉他，啊，请夫害母，啊，如果你害母的话，杀害母亲就是丹陀罗，你就不能住在这里。这个阿斯四王子一看两位大臣说出这个话了，而且两位大臣一边对着他一边按剑呢自卫，并且随时出去要整合军队要干掉他，他阿斯四王子是害怕的，一方面老国王还没有死，另一方面下面大臣如果反戈一击他也就危险了，所以他就啊这个向两位大臣认错啊，他这个一时冲动他就没有杀他的母亲，没杀他母亲把韦迪西夫人也囚禁起来了，关起来了啊。那么就关起来之后，这个韦迪西夫人这时候是非常忧愁的，在这种绝望的时候他就向提督觉山顶礼请求佛来帮助他啊。那么平时佛派大目犍连过来，派阿难过来，也希望他们能过来，现在他实在是非常痛苦了啊。佛在提督觉山了解了韦迪西夫人的这个念头，马上就从提督觉山隐没，就显现在宫廷里面，皇宫里面。这时候韦迪西夫人一看到佛来了，那种像山一样的扑下来的悲苦焦急呀、啊，说我怎么生这么一个恶子啊，我犯了什么恶孽啊？啊，他在这韦迪西夫人在这个时候，你看世间上最亲的无过于父母和子女了，唯一的一个儿子还要杀害他，还把父亲囚禁，那这个这么亲的亲人都这个样子，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他一想到这里，就顿然对阎浮提产生了极大的厌离之心啊。所以在这就恳请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我当往生，不乐阎浮提浊恶世也。就是我不愿待在这个世间了，我想升到净土去，无忧恼就是净土啊。那么佛应韦迪西夫人的这样的要求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书文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欲因委提事情，我今要欲往生安乐，唯愿如来教我思维，教我正受。然娑婆化主因其请故，即广开净土之要门，安乐能人显彰别意之宏愿。其要门者，即此观经定散二门是也，定即七锐以凝心，散即会恶以修善，回思二行，求愿往生也。
言宏愿者，如大经说，一切善恶凡夫得往生者，莫不皆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真上缘也。好，我们来看善导大师这段文句啊，非常重要。由于韦提希夫人这种遭遇着儿子的恶逆，所以请求往生净土一法。他当时请求，认为一定要有定善才能往生，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啊，这就是往生的条件了，往生净土的条件。应韦提希夫人这种请求，释迦牟尼佛就是娑婆化主，啊，就广开净土之要门。这里提出观经的两门，第一是要门，第二是宏愿门。啊，净土的要门是释迦牟尼佛选出来的，宏愿门的这种特别的救度的意思，是由阿弥陀佛来彰显出来的。好，那么要门是什么意思呢？要门就是这部观经讲的定善二门。定就是定善，定善就是用他的禅定的心修观，这就是前面的第十三观，从日观、水观、地观、宝树观、楼阁观这些观过去啊，这是依报观，在观莲花、观弥陀、观观音、观世智、土观、杂观这些，这些是定善。散善呢，就是净业三福和九品往生的内容，这是散善。那么第就是要把这个思维思虑把它停息下来，宁定自己的心。散善就是在止恶扬善方面下功夫。那么要门呢，无论是定善还是散善，都回向这样的行门，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要门。那么这个观经特别的是宏愿门，宏愿门就是像无量寿经所说，这个大经就是无量寿经所说，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真上缘也。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告诉我们，往生者是九法界众生，无论是修五戒十善的凡夫，还是造作五逆十恶的凡夫，他只要具足信愿持名，都能衬托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力量，以及阿弥陀佛由这个愿所积功累德无量劫的六度万恨的菩萨行业的力量，作为真上缘横超三界代业往生的。啊，那么这个宏愿就是靠弥陀愿力，无论你的孽障有多重，你只要在弥陀的大愿业力的加持之下，一定能够横超。这一点是由阿弥陀佛显彰出来的。这个显彰是在哪里显彰呢？是在第七关，当这个释迦牟尼佛应顺着韦提希夫人教我思维教我正受的这样的请求，就跟他讲定善，就观想落日啊，西边的落日藏落悬壶啊，闭目开目，闭目开目都是这样的一个太阳啊，
然后再观想那个清澈的水，由这个水变成冰，由这个内外清净的冰转化为琉璃地，由琉璃地再观想地下的七宝金床，再观想地面的种种七宝地，再观想地面的宝树楼阁宝网，虚空的宝网，这些一个一个观想过去。对韦提希夫人这样的慧尊女人来说，她是很难观清楚的。所以讲到第七关，她内心还忧愁不已啊，说这么难，我怎么能往生呢？内心有一个深重的忧虑。这时候释迦牟尼佛知道了，就告诉他啊，佛告阿难喜帝希啊，韦提希，谛听谛听，勿当为汝宣说除忧恼法。知道他内心很忧愁很烦恼，除忧恼法一说完，就现出了阿弥陀佛的这样的形象，观音四字在两边，西方三圣放出至圣的光明。这时候韦提希夫人一看到西方三圣发出的光明，马上得到无生法忍。由于他所接纳的弥陀的光明传达了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告诉他，无论定善还是散善，无论你的孽障有多重，你只要有信愿持名，我一定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的无生法忍是得到了喜忍，欢喜呀、啊，得到了悟忍，觉悟了，悟到了弥陀的大悲智慧，能解决自己问题。啊，第三是信忍，他这时候得到了决定的信心，决定往生的信心，业事成败。啊，所以你看，这个把这个宏愿，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无条件救度众生的这种慈悲，这种愿力传达出来，是由阿弥陀佛以他的光明特别的展示出来的。这就是宏愿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尤其对宏愿之门要加以深刻的了解。善导大师注解观经释帖说，有一个特别的这种用意，就是对这个净土难信之法，要让当时以及后来的众生突破信心这一关。啊，突破信心这一关，实际上就是在不可思议的层面认知接纳阿弥陀佛的宏愿，他就能突破这一关。如果你老是站在凡夫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再讲功夫，再讲什么，都不能解决生死问题。啊，所以善导大师这个他有一个很明快的特点，单刀直入，从信心这个本质点加以展开。所以他单刀直入是痛快淋漓，但却很难，因为信心属于般若智慧的范围。他很众生就是信心的智慧很难建立，这是受制于凡夫众生的这种知见和心量的狭小所决定的。啊，所以善导大师随时就把我们的知见，把它冲破我们凡夫的知见，把我们心量打开。啊，这是第一个宏愿。第二呢，我们要了解这部经典的宗旨。一般来说，很多经典都是一部经一个宗旨啊，比如《维摩诘经》以不可思议解脱为宗，比如《大品般若经》是以空慧般若空慧为宗啊。那么这个《观经》呢，它却是一经两宗。这一经两宗呢，实际上也是跟刚刚讲的药门和宏愿门相对的。
从要门的程度来看，那么官经是以官佛三类为重。你通过观想依报庄严，到第九关观想佛的阿弥陀佛真身观，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受记啊，这是得到三昧正定正受啊。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这是以前面定善十三观作为它的内容的啊。那么下面第二个宗旨就是亦以念佛三昧为重啊。这个念佛三昧主要针对宏愿门来施设的，尤其是在九品往生文之后，到了下辈三品往生，特别提出持名念佛。当特别提出持名念佛的时候，实际上善导大师最后一个总结啊，虽然观经讲了定善和散善，但望啊揣摩了解释迦牟尼佛的本意，唯愿众生一向专持名号。他最后都是希望所有的众生来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所以观佛三昧为宗和念佛三昧为宗，实际上最后导归的是念佛三昧为宗啊。但是他从整个的经文的形态来看，他施设二宗啊。那么这两个宗以什么为去呢？为他的一种导向的目标呢？这就是一心回向往生净土为体啊。无论你观佛三昧还是念佛三昧，他都是要求往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他的归去啊。所以这部经典也就是一个往生净土的经典，往生一法啊。好，这是第三个